色了，对。恭喜您快乐，心想事成啊，万事如意。那再讲一句，讲话，好吧？祝大家新的一年啊，有好的开始，不止心想事成，而且天天快乐，天天如意啊！谢谢。国民党啊，现在已经非常虚弱了，我们需要重振形象，爱党就不要伤害党。如果是用人头党员的方式来参加选举啊，不仅选举的公平性、公正性啊会受到大家质疑，更重要，这对党的形象来讲是非常大的伤害。人头党员，我们虽然有虚让党员的数目增加，这个虚胖啊是不会让大家认同的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一个人头党员数增加啊，比过去增加差不多10倍左右的党员数啊，对党来说不仅不是补药，也不是安慰剂，而是毒药啊。所以，在这次的党内选举中间，我觉得应该让所有的地方党部仔细的查核，不止查核最近入党的党员啊，是不是真正认同党的理念，甚至愿意跟国民党打拼。